哎，盖伦的 E 技能现在算不算普通攻击？改了是不是？哎嘿嘿嘿！哎，打不着。他在干什么呀？他疼！波兰剑出门是吧？你别让我嘲讽着你，我跟你说。我操，凶啊，老弟儿，干哈呀？啊，完了！真烦人呐，这，真是讨人厌呐。没事儿。Q 闪呢？Q 闪他也有闪呢。我给你减速他。Nice 兄弟，差点出两把长剑。玩猴玩习惯了，5-3还行吧，还算可以接受，可以越他的塔，其实来来来来来，可以越可以越，不就是个人马吗？这多大点事儿呢？来来来来来，给我越死他！人儿没了呢，好，哎，爽不爽？走位，走位，走位，还好他虚区不够。嗯，哎呀，这可怎么整？我搁塔下好了。我搁塔下开一个壳子，可能还能活。我跟你们说，刚我没搁塔下。那三个兵不要了，那三个兵要的话，我们就没办法推了。我们推线啊。
我们扛塔啊，没事，不掉血，我们就越塔杀他，我让你玩卢仙。对，我们就越塔杀他。机器人怎么不搁下路待了？完了，兄弟，来人了吧？这小机器人什么意思呢？这是跟 ADC 闹别扭了？哎呦我这走位，上路已经玩不了了，他们家上路已经已经玩不了了。那个卢仙呐，白玩了卢仙。谁赚配件了？轮子妈呀，我们现在有传送啊，等我们小反甲做出来以后，哎，就可以随便去了。现在这对面的卢仙七级，我就喜欢这王八打着卢仙，打野一来就死，打野一来就死，就无限越塔。他一没控制，二又脆，你知道吧？900块，差点 money。我们看看这波对面要不要打这峡谷啊？好，对面这边打峡谷，我先撒个眼。先杀轮子妈呀，杀人马，给我追，我就是个轮子妈吗？往哪走 ？Nice 啊，兄弟！你去下路杀卢仙。死了，哎呀，又死一个，这也能双杀，哎呦，哎呀，哎，上路收兵，看看啊，1550。你咋那么狂妄呢？我就纳了个闷儿了。你那 E 都用了，你还在这跟我玩儿？这怎么跟你感觉跟打白银似的呢？没啥水平啊 ！TP 没用过，那没办法呀。那我都是感冒的，你说咋整呢？这不有 TP 用的时候了吗？你给我瞪他！拉你走。这不有 TP 用的时候了吗？不是不用，时候没到。太狂妄了，真的狂妄，不明白狂什么玩意儿了。
投降了。我成功用我的王八晋级到钻石一。不对，对面没头，别退，兄弟们！兄弟们，快回来！上当了！对面没投降。哎呀，上当了，上当了，快回来呀！谢谢章鱼仔精的飞机。Sexy, yo.